自从我们进入黑龙江，我们这个雨神的身份就不灵了，天天都是这个大晴天暴晒，然后我们房车里面能达到30好几度呀。最重要的是我们还能受得了，果汁果粒受不了啊，一身的长毛现在大把大把的掉毛，要把他的羽绒服脱掉呢要。然后呢，今天一大早就把他们送到宠物店去给他们剪毛洗澡了，这会儿把他们一接，我们接着赶路。太热太热了，哎呀哎呀，洗好了，来，一个一个来，来，我之前偷懒房，哎哎哎呦，你一进去就开始了，这抓着它的尾巴，快来放放我这，上车，走，上上上上上，一二三，走，哎，快快快快快，赶紧把车打着，我的妈呀，闷死了，热死了，哎。现在开始怀念自己雨神的称号，我的妈呀，太热了，一身汗。离开东宁，我们下一站直奔什么湖？星海湖。我老分不清这俩湖。星海湖是在边境上的，然后镜泊湖呢是在里面。镜泊湖景色好，但是呢还不顺路，所以咱们现在就直奔星海湖去，去边境省，中俄边境的一个界湖，继续行驶四点，距离星海湖还有350多公里呢，今天肯定是到不了，所以今天也是那句话，走哪儿算哪儿。这为啥会有个收费站？东宁收费站。国道上为啥还有个收费站？收不收费？收的，收的。那是331国道呀。收费的。20块，不是国道吗？国道收费的也不少嘛，比如说内蒙，内蒙那个国道我是记忆犹新。别这样啊！哎呀妈呀，这路况你还要收我20块？这20块真的是有点过分了啊！你说你修的路好好的，你收个钱对吧？这都假，哎呀，这得吐槽一下。填充这个柏油，其实填了效果也就这样。哎，我的碗还能保住吗？填比不填稍微好一点。哎，还有谁呀、啊？前方经过落石高发区，完成。哎呀，收费路段终于走完了，你看这不收费的路，路况多好，是不是？所以就，哎呀，真的是你不收费，我都想吐槽两句。你还收费，更得吐槽两句了。这不收费啊？啊，不收费，不收费。我们果汁又在看外面的世界，看看我们果汁这公狗腰，公狗腰，好瘦啊！他现在。哎，你还别说公狗腰，我们果汁现在还是个小处男呢。对啊，你都5岁了，媳妇在跟前呢，你还是。是个小处男，你说你丢不丢狗啊？丢不丢狗？今天应该是我们俩自驾东门以来开的最久的一次了，最久但不是最长，跑了一天电都快充满了，98%了。所以我跟你说，你就不要心疼电，热了你就开空调行不行？我开了呀，这里面在黑龙江不开空调它不行呀。你可拉倒吧，一让你开空调，哎，省点电，你看这稍微跑上一点点电就满了。嗯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赶紧开窗开窗，这还是很热的。你看，刚说完开窗开窗，这还是很热的，咱们抠死你！哟哟，加油加油！我能够着，我跟你说。那就是我省得我买板凳了，是吧？对，也不用买板凳。哎呀，今天把这些排骨给吃了吧？这排骨都买了快1个月了吧？
有了。今天吃排骨炖人参，就把昨天那些蘑菇再一炖。哇，都是山货。我他这是真的是到了东北地界了，是吧？哇塞，看到没，盐儿还在呢，嫩得很。加油！人家都是哇，解冻一下，我是直接摔开。摔开，摔开，然后冻的接着冻嘛。哎呦，我在心疼我的台面呀。哎呀妈呀，哎，可以了，哎，咱们过来吧，过来。把这个干的菌泡一下，泡发一下，然后一会儿跟排骨一块儿炖。准备炖汤，直接在电饭锅里炖啊。我把这个泡好的菌包直接倒进去，用手你不介意吧？重点啊，人参放进去，炖汤，煲汤好了。在林子里买的这个牛肝菌，昨天我们给朋友分了一些，我们吃了一顿，这是第二顿了。被我弄的干是干，片是片了。今天把它全吃了吧？再不吃就坏了，不能浪费。嗯，开饭喽！哇哇，这个汤炖的超级美。就是这么简简单单一顿饭，哎，就是一袋排骨，一根人参嘛，一袋羊肝菌嘛，对不对？太简单了这顿饭。先吃个排骨，蘸上我的小料汁儿。可以不？一百户。哇，看看这排骨炖的绝了，这俩小家伙趴在这儿也想吃排骨。不行啊，人参炖的不能给你吃，好不好？干干了这碗汤啊，浑身充满了力量，鲜不鲜？当然鲜呀，又不是第一次喝这个。哎，不过有人参就是更鲜了。哎呀，以后天天就按这个标准来，这才是舒坦的旅行生活呀。